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来公布每一届的香港杰斯大学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专属于本届的优惠套餐。每一届的套餐呢，我们的总部跟我们大中华区的这个行政同仁都绞尽脑汁，希望给大家最棒、最优惠的内容。所以赶快张大你的眼睛跟耳朵，我们来听听大中华区的双钻石级总裁 Joanne 张来为我们来公布这一次的优惠套餐。欢迎 Joanne。大家好，我是 Joanne 张君文，我现在在英国伦敦，很高兴受到公司这一次的邀请，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我呢是服装设计师出身，曾经是多家设计品牌的设计总监。然后但是30岁的那一年呢，因为身体很糟糕啊，很努力的打拼，但是得到的确实身体的这个健康的非常糟糕，所以在30岁的时候我去医院挂5个科，然后在同一年我的妈妈得了面瘫啊，然后我的婆婆开了好几刀。我觉得当医没有了，有再多的灵都是为无效啊，所以我就停下来工作。那个时候吃了非常多的营养品啊，所以我对这个各个品牌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呢得到了一些效果，一直没有得到我满意的结果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一样啊，几年前啊，然后来到杰斯参加地面的香港杰斯大学啊，然后听到所有的这些专家教授们的讲解，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兴奋，特别想要好好的试一下杰斯的产品，所以呢就购买了非常大的这个套餐啊，然后就很好的调理了身体啊，然后全家得到了很棒的健康，甚至我妈妈的面瘫啊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康复啊。然后所以呢今天公司也邀请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次的奖励套餐啊，因为我在杰斯里面用了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上到了钻石再双钻，但是其实我推荐的人也就不是很多，但是呢为什么我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喜欢，我是真的很爱杰斯啊，然后我非常喜欢杰斯的所有的产品和所有的事业机会和所有的活动，每一次我就把自己带来，然后让自己吃好，也让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分享到我这一份的喜悦啊，然后把我所喜欢的东西尽可能的分享给他们，就这样啊，我的生意就遍布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而且不只是我们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啊。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这个所有的杰斯大学专家介绍完之后，我就很兴奋啊，我想要全套吃啊，然后听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吃什么合适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细胞组成的啊，那我内服外用，我要用整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的系统，然后让我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全面的改善和提升啊。那我们这一次出的奔向幸福超值套餐啊，就是这样的，可以让你所有的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到全面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套餐。那这个套餐呢，现在优惠价是2000美金啊，公司还会额外赠送200美金的金币。这200美金是你可以在公司，就是其实200美金就是现金啊，就是现金反馈给你的。你可以到公司国际互联网的任意一个国家的啊，就是它是所有全世界都能订购的这样的后台，去订购你所喜欢的杰斯的所有的产品。所以等于这个套餐实际上您只需要花1800美金。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得到3瓶复活青春精华露，1瓶复活保湿日霜，1瓶 Luminous 的复活基因修复霜，1条我们的基因洁颜露还有12盒大家非常喜欢的配全精华2盒我们的这个Revita Blue 然后我们干细胞的素丝藻复方冲剂，还有一组 AMCMDNA 基因修护早晚系列，和我们最新要在大中华上市的我们的洁益菌，和大家期待已久的杰斯的
Live， 那大家前面应该有听到我们囧爸爸讲的这些内容啊，然后我们 MMM 啊，然后研发 MMM 的这个专家啊博士啊，看到杰斯的配方都说我要吃杰斯的 MMM 啊，所以大家能够用这样实惠的价格能够拿到全套里里外外的杰斯产品啊，真的是非常优惠啊！我特别计算了一下，这所有的外用的产品都是公司额外赠送给大家的。那除了赠送这一些呢，还不够，我们还要加码，我们要送给大家900 CV 啊，是所有团队都直接拥有的900 CV， 那其中包含两个月的预购啊，120 CV， 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大家100分的杰斯的旅游积分，我稍后会跟大家谈一谈啊。然后我们在旅游里面收获怎样？我们不只在杰斯里面拥有了一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我们还可以拥有无数的零啊，然后还可以有各样的眼界、各样的视角啊。那都是从杰斯我们全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旅游开始的啊。好，那如果您购买了这个整套的套餐之后呢，比如像我们这个爱美的女性，我觉得不够啊，我还要让我更漂亮啊，然后我特别喜欢外用系列，那您可以再去购买一套样青春的啊外用系列的套装啊，那也是$1200送您$100的金币，实际这个套餐只需要$1100啊，我们会额外送您450 CV 啊，包含这个两个月预购120 CV 在内啊，然后同时会送你100金币，还会送你50旅游积分啊。然后那这个套餐包含的产品呢，是有6瓶 Luminous 复活青春精华露啊，3瓶保湿日霜啊，3瓶复活精修护霜啊，然后3瓶这个洁颜露啊，3条基因媒体霜和2条基因水面膜，还有啊我们的基因洁净面膜啊，然后非常多的产品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家里面可能不只是我自己想要年轻漂亮啊，那我的老人们啊，我的长辈们，他们也要健康啊，或者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健康啊，那我还是不够吃啊，那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乐健康这样内服系列的优惠套装啊，然后也是$1200，再送$100的金币啊，450的 CV 的积分啊，然后100金币50的旅游积分，那我们会得到6盒的啊，然后佩泉精华2盒的 Revita Blue 素丝藻复方冲剂，1组 AMPM 低音灸护早晚系列和4盒的洁颐菌和2组的 Life NMN 啊，然后这所有的这整套的系列都会让您从内到外的啊，您的每一个细胞充满着活力啊，让您不只是活出您这个年龄应有的这个状态，还可以逆龄回去啊，然后让您活得更加有质量，更加有生命状态啊。那我们前面讲到旅游，那我现在是在英国伦敦，我是上海人啊，然后最初是搞艺术搞设计，然后我没有离开过家啊，然后我的所有的工作事业都只是甚至学习我只是待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虽然它是全球排名20几位的城市啊，但是我没有走出家门过，甚至是我做服装设计，我们要去采风，但是也只是去过一些这个很少的国家啊。但是因着杰斯，我们真的是周游了世界啊。然后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公司在这几年都已经带我们走遍了啊。然后但是呢，大家知道最近是疫情啊，然后那还是有很多地方它还没有通航，但是呢，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见面了啊，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好好的欢聚一场了，所以呢，我们跟公司最后决定啊，在澳门啊这样特别方便特别繁华啊，然后这样的地方给大家做一次小旅游啊，然后
但是可能大家有可能都会去过澳门，但是却未必舍得这样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旅程。那杰斯，我们会全程的五星级的住宿五星级的餐饮非常奢华的晚宴然后让大家好好的美美的出来放松一下，出来开心一下，跟我们所有的杰斯家人一起欢聚那很多人说，哎呀，我可能也未必喜欢旅游然后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旅游不只是旅游然后其实都是一种见识，一种认知我今天我的一个小伙伴他们还给我一个信息读一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信息差决定了你的收入，认知差决定了你的圈层然后圈层差决定了你的财富分配，你的每一分财富都是你对世界认知的变现当然这不绝对是，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从最初只是在上海的一个稍微有点结果的白领，然后跟着杰斯这几年里面逛遍了世界，跟世界的精英一起去交流然后拥有了40几个国家的这个生意，但这个不只是我这是所有跟我一样拥有这样年限或者这样持续努力的这样的钻石和很多的总裁都拥有的，我们已经无数的人见证了这样的一份成果但是最初我们都是从一次一次的杰斯之旅开始的因为你只有，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学历啊，或者是说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人脉啊，然后限制自己你可以拥有的一些成果，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包括我在杰斯的这几年经历的看到的我会发觉杰斯是一个大学校所有的旅游看似是旅游，但是你耳濡目染的你都会跟世界，你曾经不能想象的这样的一些世界级的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们是因着杰斯，我们因着杰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家会坦诚不公的去聊自己成功的故事，聊自己的人生的经验然后聊杰斯的所得当你去打开了你的视野，打开了你的认知，你会发觉哇，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很多东西之所以没有得到，是因为你没有想得到，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又嫁接着杰斯这样顶级的世界级的平台的时候，您就有可能成为我们您就有可能嫁接着杰斯这样的一个平台，共同拥有杰斯今天和这个昨天所有的这些领袖们的他们拥有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在马上的澳门能够见到大家。那这样的活动它一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创造佳绩那我们的时间呢是从2021年的3月18号美东时间的凌晨2点一直到3月31号的晚上11点59分。那我们大中华的时间呢是2021年3月18号的下午2点一直到4月1号的12点，上午11点59分那整个只有10几天的时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您都要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那今天如果您还是刚刚了解杰斯，那您一定要谢谢带您来的朋友，因为我当时也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份好奇心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会场那因着这个互联网的这样的便捷，我们现在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用更少的成本拿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同时呢，我想告诉所有的，如果您是像我当时一样只是吃一吃的朋友，那请您持续的去吃一吃，我已经用了杰斯8年了然后我从当时30岁的样子，看上去我的朋友都猜我40来岁到今天然后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年龄状态是20几岁30几岁顶多了然后并且越活越年轻。那我不是一次，因为大家知道细胞的优化，你已经30几年，甚至有一些朋友40岁50岁60岁，你的细胞已经经历很长时间的被氧化了，所以你不可能刚刚一吃你就会有
一点 你就会就是说好像完全的改变啊，那我们杰斯是 很快就会有效果，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全方位的年轻，你是需要给到他时间的。我希望所有您已经用吃的朋友你可以继续的去吃下去啊。然后同时呢，我希望很多朋友问我你云应云的技巧，你会发觉我今天讲话也不算讲得很清楚啊，然后我每次啊就真的会很紧张啊，然后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信息那么发达，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各样的信息。你是真的爱，你是真的喜欢，然后你是真的很有爱心的去分享，去利他，然后你对别人的好，然后点点滴滴持续的累积，终会让你也有很好的收获，让所有的人很好的收获，最终都会利于你啊。所以我没有做很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在这八年里面，我真的持续爱着杰斯。我相信啊，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会更爱杰斯。我希望等到我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样子，我还是这样啊。然后，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啊，你可以持续的啊。吃杰斯产品，然后收获你的年轻。同时再想跟所有的经营者朋友讲啊，特别多的朋友会问我，他说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的成功啊，那我肯定好好做杰斯，但是我怎么做我就没有拿到你的结果呢？我说我就持续去做啊，傻傻的去做啊，然后因为这是对的事情，这是好的事情啊，我觉得已经有前人，我来的时候也已经很多人拿到成果了，我那个时候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啊，只是要做一个旅游的小朋友开始啊，然后一会儿呢上了蓝宝、红宝、绿宝、钻石、双钻啊，最初因为不擅长，但是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啊。那我从来没有因着杰斯说是我有多口才多好或怎么样，我只是把真的东西真心的去分享啊，然后并且是持续的分享啊，然后时间一久，别人就会看到你的改变，然后对你产生信心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今天呢，我是从上海排名二十几位的城市，今天到了英国伦敦啊，今年被评为排名第一位的城市。然后呢，我今天这边阳台旁边就是泰晤士的河景啊，然后我也因着杰斯看到我们所有的杰斯的钻石们和各个总裁们，他们的孩子都来自全球顶级的学府啊，美国顶级的学府啊，全世界顶级的学府啊，让我不止，我跟很多朋友讲，我说在国内你变富有还是容易的，但是富有之后要贵啊，要让全世界认可，确实真的是需要机会和平台的。那杰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啊。然后因为打开认知，我现在我的十二岁的女儿送到英国来留学，刚考进英国前十位最顶尖的私立女校啊。这全是杰斯给我的啊，然后我还有很美满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都非常的健康，我先生的父母也都非常的健康，住在我们因着杰斯收益打造的别墅里面啊，所以真的是说不完的话啊，然后我真的想告诉大家，这不是说我啊，我曾经都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啊，只是因为对朋友的一份信任，今天走进这样的空中或地面的课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是想告诉大家，未来的几年里面，您会越来越收获健康，收获健康您就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财富啊。然后所以我在杰斯里面，我从没有觉得我花过钱，我觉得我一直不断的在挣钱，因为我每健康一年啊，然后当我未来可以活到很长的年龄的时候，我已经收获了很多。那杰斯同时还会带给你全家的啊，带给你婚姻的美满啊，子女教育的幸福啊，然后还有一群全世界的好朋友啊。所以再次希望牛年大家奔向健康，奔向幸福啊，然后漾青春，乐健康啊。再次谢谢所有的杰斯家人们，也谢谢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谢谢大家。非常谢谢人在英国的双钻十级总裁Joanne。哇，我好喜欢他的亲和力，因为他这个灿烂的笑容，你完全可以感受到是由内心散发出来的。谢谢Joanne帮我们布达了本届的香港杰斯大学优惠套餐，也提醒大家这么优惠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开放，大家可以立刻到 J Office 的后台赶快下单，因为数量非常的有限。也提醒您哦，我们大中华区的套餐购买时间到4月1号的
上午11:59为止，赶紧把握机会。另外，刚才Joanne也提到了，本届的大中华区的奖励旅游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将会分两地来进行。详情呢，请大家可以到官网来查询。我非常喜欢刚才Joanne讲到的，其实在杰斯的平台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这里你可以拥有最公平的起点。如果你想要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人生，许下这个心愿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时刻。而你只要把你自己准备好，其他的杰斯通通帮你准备好了。